45，这天气打个鸡蛋都能熟，喝温水直接原地蒸发，火如天军雪，不出意外你都在搜集巨型好物。现在立刻给我停！我呢花了3天时间啊，把全网都在推的好物给你们找过来了，并花了4个小时在太阳底下亲身测试，结果全部。所以不想被坑的巨型宝子们，赶紧来了来了！这一关几乎全网都在推，被誉为是行走的小姑娘的蛇粉，据说那涂在身上叫一个透心凉心飞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嘿，这玩意儿根本就抵不住高温持续暴晒，站着还没5分钟呢，就比我先买了。不凉快也就算了，最不能忍的，它会因为出汗流白糖。你可以代入想象一下，到时候军训的时候，人家是肆意挥洒青春，可你呢，弄不好教官还以为你带装把你训一通。开学第一天，射死第一人。还有人说军训懒得洗头，拿这个抹头去油的。算了吧，这东西里边的化学成分会堵塞毛孔，引发毛囊炎啊。所以这玩意儿，再见了你。提升形状变量贴，这玩意儿一贴啊，冰镇天灵盖，降温效果确实不错，但是它粘不住，跑步会掉，甩头会掉，低头会掉，还容易过敏闷痘。而且这玩意儿这么显眼，是指望教官看不见吗？是不是别人补法货，把别人挡下子啊？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，清凉喷雾不行吗？隐形性降温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前面的东西或许不好用，这个可能会让你更不行。这里边还有大量的乙醇和高压气体 LPG， 长时间放置高温下易燃易爆，说白了就是行走的定时炸弹。最后啊，姨妈巾显眼，之前我也觉得它很有效果，但你们看我这才穿了半天，破的估计连姨妈她亲妈都认不得了吧？而且鞋盖硌脚还是硌，所以真的别买。推荐这种四体鞋垫啊，非常软，而且不闷脚，同样站几个小时，别人齁齁累，我嘎嘎爽。还有讨厌衣服出汗粘在身上的，可以买一件这样的速干衣，冰丝质地的，穿起来很凉爽，最关键秒干。另外我还给你们整理了一份军训好物黑红宝，亲测有效。千万别艾特你们的小伙伴，偷偷用卷死。